白裤最常被问到什么会不会透，我们也很贴心的在白色的这里有加一点点小伴侣给大家，所以呢你只要不要穿黑色的内着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白色的内里我们帮各位做了肤色的口袋，这边呢非常非常的服帖，让大家拥有好身材。这件是九分直筒裤，所以你如果是这里宽这里肉这里粗全部给你遮一直线下来。我的话呢建议如果你是高跟女生，你可以配上有点微低跟鞋，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我已经扎了衣服，还有一颗拳头，还有分 S 号跟 M 号，它是棉麻材质，我们居然家选用棉麻材质，亲肤不刺痒，非常非常的到位。那我的身高是161公分，你看我现在穿低跟鞋比较为正式对不对，你呢没有习惯穿一些拖凉鞋高跟鞋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小白鞋球鞋我们一样配得着这一条裤子哦。